香水正确的使用方式是哪一个喷香水的方式是正确的 ？B B 洗完澡，因为其实它的水分会蒸发在身体上，所以那个是最自然的。保养都在洗完澡之后做，其实那保养效果是好的。毛孔最张开的时候。Yeah. A 是一般人擦香水会用的方式。我们不做 normal 的事情。还有就是 A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《全民新攻略》。